上身好。林月虽然是个苦差事，但总你识得那头凶兽？上古神灵兽，西取。既是神灵兽，怎会到人间作乱？西取因袭扰神树普定宴，被判囚于大荒天域，后越狱私逃。据说，各地出现的凶兽身上也都有贩子烙印。难道说？对了。他身上的那股黑气又是什么？看着有些阴森，不像是神灵兽应有的。的确不寻常。西取秉性虽暴躁，但若不招惹于他，亦不会主动伤人。难道是他在人间遭遇过什么？不过西取已经，眼下应该无法查证。你昨天黑尖兵长老下山了。能出去逛逛就好了。逢妖必除，真的对吗？那些密剑的弟子多威风，看看就好。天师门果真气派，有气势的。这说来可就话长了，你们呀。
那丫看起来挺有气势的，这说来天师门果真气派。嘿，冷啊！看看玉尊的弟子多威风。多威风！逢妖必除，真的对吗？这个天儿，能出去逛逛就好了。开封为天师门后殿。上神，月姑娘，容我引荐，这两位是本门执名长老兼兵长老。明树门月清书，见过二位长老。掌门已将来龙去脉告知于我们，请室内详谈。上神请，月姑娘也请。月姑娘同上神关系匪浅，那就是我天师门的上宾。这是误会。昨夜，他在明树门同一个女人战斗，后来凶兽出现，他救了我。女人？天魔众的魔女，她当时要攻击神尊降神的孩子。神子在明树门。昨日我击退了一只巨鹰，救了小秋。当时他颇为害怕，我便留他过夜。看来那魔女潜入门派后，又幻化成巨鹰，掠走神子。
幸而有惊无险。先入座再说吧。上神，敖虚神尊记忆示下，就请您援助天师门。你亦不得离开我。上神，就算你救过我，也不该如此轻浮梦浪。月姑娘，上神伤重濒危之际，因机缘和你结为共生，需在你身旁方能维持力量。怎么会？我与他萍水相逢，既无交集，何谈结为共生？你有。啊，你。你是那颗果子？这平白无故咬了他？不对，我咬的是果子。月姑娘，近年来人间突然出现着诸多凶兽，其实正是天魔众暗中操纵。现在能击败凶兽的唯有上神，月姑娘身为上神的共生者，还望连续苍生，相助天师门。上神是御敌之重要力量，为确保上神实力不受桎梏，还请月姑娘留在天师门。掌门放心，明术门和天师门仅一山之隔，若生变故，我旋即赶来驰援。月姑娘，我知道两家门派有些芥蒂，但那都是祖师爷那辈的事了。孟章掌门，门派纠葛已远，我从未在意，我要回去，只因爷爷需我照顾。好办，那便请令祖父一道住在天师门呢。你这什么共生法术，我们真的不能离得太远吗？难办，真的要留在这里？爷爷虽可自理，但时日长了总是不妥。但凶兽和天魔众是大事，爷爷那边请彭大叔帮忙照看一下的话。我跟你走。上神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待在哪里无所谓。掌门师兄，神子他说吧，这里没外人。神子苏醒后大吵大闹，非要找月姐姐不可。小秋，既如此，月姑娘，还请同我去见神子。师兄，神子安全至关重要，外人接触……我不是说了吗？此间没有外人，请随我来。孟章掌门似乎早已对天魔入侵一事知情，但千百年来魔族作乱都是一等一的大事，您缘何秘而不宣？非天师门刻意隐瞒，七年前凶兽作乱，各大门派均束手无策，所幸神子下界，神尊得以神降，传授我等神族术法，人间才得以喘息。但彼时神尊尚无法查明凶兽来历，我等不知其根源，很是被动。神子平日居于高塔，就是为了隐秘行踪，保其周全。怪不得小秋说从未离开过塔，他的身份原来如此重要。近日神尊终于查明天魔之存在。哦，所以他是受神界指派去铲除天魔众，不过却失败了，才到了人界。或许发觉到了神尊所为，天魔才激进行事。这一次他们用计不成，下一次怕是要大举进犯，强夺神子。此乃神元塔，是天师门守护神子的重地。那么小的孩子竟然一人生活在这高塔里。
这座塔的门禁如此严密繁琐，说是守护，却和囚禁无异。姐姐，你来了。我和巧玲来看你了。现在应该没有被附身，脸色也好一些了。我醒来后就在天师门了，那个伤害爷爷的坏蛋抓到了吗？爷爷的伤好了吗？我找不到你们，担心了好久。爷爷已经没事了，真多亏了你。我一个人在塔里好寂寞，还想再去你家玩。神子，不可。好，如果你有机会来，我再给你做好吃的。神子，今日神尊神将，你也累了吧？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要是他不让我去，那我就再让大老鹰带我飞出去玩。只要他飞低些，我就不那么害怕了。神子，我听见了，那巨鹰是魔女派来迷惑你，将你掠走的。我会加固门派的结界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孟昭，你真坏，我再也不理你。哼。近日神子过于劳累，需要多休息调养。灵光，等下吩咐厨房多准备一些滋补药膳，为神子进补。是。姐姐，你要走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有机会的话我再来看你，好吗？好。神子，我们回房吧。掌门，这般守护方式形同囚禁，质子如何能承受？此乃迫不得已，如你所见，天魔众觊觎神子，甚至已将他掳走一次。此塔乃我天师门法阵中心，是结界防护最强所在，唯有此处最安全。月姑娘，当真不留在天师门？令祖父也可以一起住下。爷爷对天师门成见不小，以他的个性来了这里怕是要吵翻天。那就有劳月姑娘照料上神了。明树门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，招待你会不会有些不太方便？那里灵气充裕，并无不妥。啊，我是说，算了，先回去吧。这个天儿，能出去逛逛就好了。逢妖必除，真的对吗？
师父常说我异想天开，只会让我埋头练功。多威风！今日竟能亲睹神族将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小秋是天师门侍奉的神子，那他也是来自神界的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乖孙女儿，你可回来了。他是爷爷，您听我说。竟然有此等奇事啊。这里是他要的。够了够了，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。小秋是神子，这么说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呐。请问上神尊号是？我叫修吾。修吾上神，为民除害大英雄，老夫敬你一杯。你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？势必如此。既然你都留下来了，不如就加入我明术门吧。弃暗投明。他们天师门有神子，难道我们明术门就不能有神人吗？怎么样，当不当明术门的弟子？不当的话，就不许留下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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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从今天起，修吾上神就是明术门的弟子了。听说啊，待会儿收拾一间房间给修吾。啊，修吾啊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，我们这儿清静，不像天师门那边人多闹腾。时候不早了啊，我去躺一会儿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住的地方。刚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，你不必当真。我已应允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若是加入我明术门，按江湖规矩，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，称我为师姐。所以爷爷说的那些，你不必。师姐。当真？啊！可是，你贵为神族。生灵无高低贵贱。既然是规矩，我自当遵循。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，那明术门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？师姐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哦，
是的。若有不便之处，请告诉我，我就住在主殿西侧。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。你咬的伤痕？对，你快用药膏涂一下，这个治伤和祛疤很管用的。哦。然后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。自从爹娘去世，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，还好我经常打扫，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。唉，爷爷也真是的，越来越孩子气。睡好，竟起晚了。爷爷一时兴起收他做弟子，而他竟然答应了，所以我的确是有师弟了，还是个神族。哦，好啊。嗯，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啊，你怎么？这是？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，就给他换上试试，怎么样？很有风采吧？可见修武与我明术门确实有缘呐。这是我爹的衣服，我没见过。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。哎，只可惜呀，你爹还没穿过就……这真是的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我哭什么呀？明术门时隔多年，终于又有新弟子了。修武啊，今日是你入门第一天，这柄宝剑就作为见面礼赠予你。此剑名青天剑，和青书继承的碧海剑，是我明术门镇派雌雄双剑。虽然比不上你失去的春姿神剑，但若二人齐心协力，双剑刚柔并济，辅以御灵之力，威力亦是不凡呐。谢掌门。好啊，以后明术门就指望你们了。对了，师姐，你看这个伤口已经全无痕迹了，多谢你的药膏。
我不是让你别再说说这个了吗？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。这件事就此翻篇，以后不要再。大人，此地有诛魔之阵，无妨，速战。众长老，解诛魔之阵。天师们发生了什么？神尊神将，应是天魔众已现身。受了重伤，速至神元塔。神元塔怎么会？小秋，强有强敌。
早已料到尔等宵小会来抢掠，本尊怎会不做防备？去取锁链。全身凌厉，前所未有的澎湃。本尊需时间左边催动杀法，将其一举击毙。而你拖住仙魔，现在正重塑阵法，我们拖住仙魔女。好，各位长老，全力为之接近。是。
撤。师姐，是否无碍？没事，我没受伤。启禀掌门，此一我天师门重伤弟子计37人，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，若要恢复元气，怕是需要些时日。天魔罪大恶极，他日必遭天道惩戒。师祖保佑，幸无弟子丧命。掌门师兄，神元塔受损严重，神子应如何安置？是否要立即抢修？暂且不必，我另有安排。灵光师妹，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，传仙盟令与各大门派，请他们速来天师门举行仙盟大会。掌门，你是想神子与天魔众之事该公之于众了。是。之前希望月姑娘能与上神留在天师门，如今看来是奢望了。除魔未到，不问出身。上神所言极是，是孟章。孟章掌门，神元塔已毁，这天师门的大阵没问题。穿越六界并非易事，那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塔只要神子无恙，其他都无妨。天魔众来势汹汹，今日若我二位挺身而出，我天师门恐已遭大难。神子若落入天魔之手，人界被天魔攻破也不过是时日问题。如此严重？神子的能力并非仅是神将，而是月姑娘修行御灵之术，此物应能助你一臂之力。素闻贵派善于御灵，御灵来自驯服之仙灵兽，这张仙兽志记载了仙灵兽之藏身所在。这手卷所记载却为明术门曾驯化过的仙兽一族。太好了，能帮上月姑娘就好。就像我方才所言，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，月姑娘若能尽速取得新御灵，对抗天魔时更增添一分胜算。谢谢您，晚辈晚辈感激不尽。客气，不及二位今日的一成功劳。回去告诉爷爷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孟章掌门，可还有其他？不必了，二位早些回去休息，也愿月姑娘尽早寻得灵兽。如此良机，切勿错过，到时也请上神同为助力。自然，他修为提高与我也有益。那请上神收下这个。师姐，你真的无碍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担心小秋的情况。既受神尊所主，天师门必会精心照料。是，我有些多虑了。